在台湾，他一来工作的时候，那个老板都很好，我就觉得说，嗯，真的，台湾人情味真的很重这样子。啊，我们有能力也可以来帮助人家这样子。我都会交警他，我说啊你头壳空气哦，你可以像很多人都爱赚钱的人，晚上你可以租人家做什么啊？他不会有这种信念啊，他就提供我们当读书会。